这条新浪热搜的那个词条呢，是大家都在骂大麦网。为什么这个大麦网是卖票的？周杰伦说是在太原这里要开演唱会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开了还是这个是以往的一个现场，都抢不到票，说全办公室的人没干别的事儿就抢票，大麦网上的票一上去是秒没，说大家都骂他。下面有个评论的，我抢到一张2000的，我的个天哪，这个周杰伦得赚多少钱呢？气死我了！我都到了付款页面了，那个钱就交不上。啊，这是一种什么动静？大家看一下啊。这是一种什么动静啊？山呼海啸！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周杰伦，我觉得这是个奇才，是个天才。虽然挺普通的单亲家庭，但是啊，就是这么厉害啊！唱歌的如此啊，你搞不出来一个这样的山呼海啸的人。踢足球的你不也搞不出来吗？好多的人最顶尖的那个东西啊，非得那种一个背景。我很赞同高大紧、矮大紧的啊这个一个看法啊，他说这个地球的文明呢，先是欧洲文明，然后就是到了美国啊北美，下一步呢就是亚洲，就是我们这里。没想到拐了个弯跑到韩国去啊，但是韩国容量太小，人太少，才几千万人口。啊，为什么给拐弯了呢？我就不知道了。我知道，我也不说，是吧？不能说。周杰伦，哎呀，人尖尖啊，产生在那里，这是为什么？南辕北辙嘛。